正午次外面，吴显见这两艘小炮艇愣是被拍出了战列舰对轰的场面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，朝韩兄弟间的火拼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。双方冲突手段从军事分界线上的交火、特种部队渗透、间谍暗战发展的核威胁，这也为占据一定文化高地的韩国电影提供了大量可供发挥的素材。电影《高地战》海报，但不得不说，从之前推荐过的《高地战》《共同警备区》到前段时间受到网友一致好评的《铁驴》等相关电影来看，这方面的韩国电影拍的确实好，这个必须承认。电影《铁驴》截图人员杀伤弹瞬间杀死广场上所有人，相比在路上的激烈斗争，由于朝鲜海军实力较弱的缘故，双方在海上交流次数相对少很多，这也是反映朝韩海战的电影数量稀少的原因。本期军武电影就来说说一部讲述朝韩较为罕见的海上冲突的电影《延平海战》。延平海战电影英文名《北方界限》。说到延平海战，就不得说说延平岛的位置。这个大约6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朝韩分界线之间，实际控制权虽然在韩国控制下，但双方对此岛比较有争议，因为这个岛有点太深入朝方境内了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海上冲突，比较大的就是两次延平岛海战。看看这个奇葩的朝韩海上边界线不发生摩擦才怪事件，要追溯到1999年6月15日朝韩双方发生一次大规模海上交火，因为准备不足，最终朝鲜一艘鱼雷艇被击沉，30多名士兵死亡，而韩国仅是一名士兵受伤。之后朝鲜对自己的炮艇进行了升级，直接把 T-34-85 坦克炮塔直接安装在舰首，增加火力。1999年6月韩朝海上冲突现场实拍照片，朝鲜炮艇左被韩国炮艇右撞击。3年后的2002年6月29日上午，正值日韩世界杯足球赛，双方巡逻炮艇在延平岛附近遭遇并发生交火冲突事件，韩国巡逻艇不敌朝鲜坦克炮艇，造成韩方面6人死亡20人受伤，巡逻艇被击沉。2002年延平海战中拍摄的双方交火画面，朝方炮艇上的 T-34-85 坦克炮塔十分明显，韩军357号艇被击沉后打捞出水的画面，后来被当作纪念馆。延平海战讲述的故事就是改编自2002年发生在延平岛附近海域朝韩巡逻炮艇间的海上冲突。影片以韩国被击沉的357号虎头海雕及高速炮艇为主视角，重现了该艇与朝鲜坦克炮艇、电影中尉684号实际编号不明间的激烈战斗。现实中拍摄到的朝军炮艇年份为之已经换成上100毫米坦克炮，这场延平海战实际只交火了25分钟。不过把25分钟的海战拍成130分钟的电影确实有难度。韩国人把士兵日常生活、战友情谊、韩国举办世界杯这些东西也放入了电影里，带着浓浓的泡菜味自豪感。这里军武军直接说影片最精彩的战斗部分，还是言情字不必多说。被改成纪念馆的357号艇，艇身上弹动密布，相比于一些韩国电影，影片对两军武器装备、服饰装扮上的还原还是较为走心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朝鲜士兵的形象上，本片并没有把朝鲜士兵塑造成一个个凶神恶煞的丑恶嘴脸，把敌人拍得越强大越能反衬我方英勇无畏的表现手法。韩国导演早就对此精通，建议抗日神剧也多学学。战斗中的朝鲜人民军影片在双方炮艇外形还原上很精细，韩军的357号虎头海雕及高速炮艇可能用了实船拍摄部分镜头，影片中也有韩军出动 KF-16 战机、浦项级、蔚山及护卫舰增援的画面，甚至还用76毫米速射舰炮对朝舰艇开火。虽然实际上在当天他们
并没有及时到达开火。超群坦克炮艇各种细节体现都很好。对于超群的684号警备艇，片中炮艇上装备了一门 P-34-85 炮塔及其85毫米坦克炮，但是只能手动瞄准，相对比较落后。配合一门 K70 是37毫米副炮，现实中可能是 ZPU-44 连装 14.5 毫米重机枪或25毫米机关炮，排水量在200吨左右，基本处于二战水平。朝军的坦克炮艇外形十分霸气，而韩军的虎头还雕及357号巡逻艇，排水量约170吨，船员30人左右。在船头安装了一门40毫米自动炮，舰桥和舰尾各安装一门 20mm 六管转轮机炮，火力密度上要比朝军炮艇高好几倍。然而现实却很打脸，还在对峙阶段时，韩军的40毫米主炮突然被告知自动瞄准系统出现故障，只能手动瞄准射击。韩军虎头海雕及巡逻艇交战中，朝军坦克炮艇上的85炮第一发就命中了韩国巡逻艇的舰桥，当场炸死韩方舰长和多名军官，摧毁了射控系统，顿时群龙无首，许多韩军士兵崩溃抱头痛哭，反击时换血凌乱。朝军警备艇坦克炮首发命中韩军舰桥，开火瞬间很多韩军士兵都崩溃了，毕竟大家都是义务服役的新兵蛋子，虽然交战双方都是不足200吨的小炮艇，交战人数也不足百人，但是在导演独特的角度表现下，如同大和号与伊埃华战列舰对轰一样，愣是拍出了太平洋海战的气势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此战双方阵亡数百人，实际上韩军只阵亡6人，如同大和号 PK-1A 一样的场面，实际上韩军只阵亡了6人。从现实中来看，在近海、内海、内湖等近距离对峙冲突中，大型战舰做主角的情况并不多见，近海炮艇、内河巡逻艇往往是在活跃于一线的主力。这种情况下，先进电子系统、长城导弹等高科技装备带来的战力增长，往往不如带有厚实装甲、大口径火炮的老炮艇来的实在。虽然近距离交战韩军速射炮更占优势，但在片中韩方的40毫米主炮、20毫米六管机炮根本无法对朝鲜的老式坦克炮艇造成致命打击。韩军40毫米主炮性能较为先进，但打在朝军舰艇上的毁伤效果却很小。后来韩军巡逻艇因为被打坏了射控系统和电路，一度哑火，成为吃亏的关键因素。韩炮艇的供电系统被打坏，涡六管加特林刚响袭甲板断电了，然后就被朝军二战手动版的37炮干掉了，看来还是手动的最靠谱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朝鲜炮艇笨重的 P-34 坦克炮却每次都能一发入魂，人工瞄准火炮、手动供弹等劣势在此时成为了优势，虽然打得不太准也打不快。25分钟的交战中只有5发85毫米炮击中目标，但最终却仍然把韩军巡逻艇击沉了。朝军炮艇虽然同样受损严重，但仍然自己返航了。这次延平海战中巡逻炮艇间的近距离对射是典型的一次海上拼刺刀，就像1974年西沙海战中我军战士使用手榴弹、自动步枪痛击南越侵略军一样。本次海战中双方也动用了大量轻武器，朝鲜士兵使用98师突击步枪射击，韩军的 K2 根本打不过朝军的 AK， 被压制的不敢露头。韩方用 K2 自动步枪、M60 通用机枪反击，因为自动炮的故障和炮手中弹，最终韩炮艇侧斜的两挺 M60 通用机枪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说战斗中机枪防盾挡住了多发枪弹，韩军的 M60 机枪、朝鲜的73式轻机枪开火不过本片也犯了一些错误。朝鲜警备艇的 P-34-85 炮塔上的85毫米炮现实中因为不带制退器的 ZIS-S-53 坦克炮，此外炮艇上还离奇出现老带 SVD 狙击步枪的朝军狙击手，狙击手的 SVD 还覆盖了毫无意义的伪装网，一枪狙杀了韩军巡逻艇的舵手，
近距离海战，各式武器齐上阵，总而言之，邓片对战况的激烈度表现上还是可圈可点，把双方两艘小艇间的惨烈拼杀描写的栩栩如生，而且海战场面被拍摄的气势恢宏，如同两艘战列舰对轰一样，激烈的海上拼刺刀，实际上交战距离比电影中的距离要远，事实上朝鲜这种坦克上舰的简单粗暴做法正是师承自苏联海军。苏军在二战前夕就开始把坦克炮塔安在巡逻艇上，作为近海和上巡逻炮艇使用，不仅废物利用，而且威力十足。近年来拍摄到的朝鲜炮艇目测一升级为100毫米炮的坦克炮塔，此次海战后韩国海军则吸取经验教训，在新下水的 PKM-2 巡逻艇上安装了130毫米火箭弹、76毫米速射炮等重火力装备，小海战能产生这样的影响，实属罕见。本片的结尾还是很感人的，所以说别小瞧老式装备，如果这些老将能够被合理运用，配合适当的战术战法，不但能节约资源，发挥预热，还同样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战果。想要观看本片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搜索下载观看。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、文章、视频、图片、电影、游戏，关注"军武刺猬面"微信公众号。